我们有请罗毅局长。我们请罗局跟我们的剧组代表一起合影留念。好，谢谢领导，谢谢。罗局有请。可以说两部作品在上个年度都是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那么今天特别难得，两部剧的部分的主创也来到我们的盛典的现场。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两个剧各派一个代表来发表感言。来，我们先请欢迎来到麦乐村剧组的代表。特别感谢 SMG 还有东方卫视给的这份荣耀，感谢优酷还有咪咕。其实我是一个编剧啊，对数字特别不敏感，但在拍欢迎来到麦乐村的时候记住了几个数字。在过去的六十年当中，中国向76个国家派驻了将近30000名援外医生，救治了将近3亿人次的医疗患者。包括在我们的上海援助摩洛哥，今天已经是196批。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天空，是时间，是我们对于医患的深厚的爱。就在这里也代表我们全体的剧组，感谢对麦乐村的厚爱。麦乐村是米莱勒，是永恒之村的意识，有这份爱，相信我们所有的人可以走得更远，走到远方。谢谢大家。谢谢。哎，我有个提议啊，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麦乐村剧组的成员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来为我们分享彼此的喜悦，怎么样？来，有请。哎，听说你们要唱个歌。来哎，有请各位往中间走。往前，来，洛洛一起来。你唱歌大家都很爱听。张雨绮，你的洒水呢？雨绮，你现在唱歌也越来越棒了。不是，是我这样，因为我不是专业歌手，我得把专业歌手往前站。来 ，music。没事，我是半个啊，你就凑合听就行了。再来啊，3、2、1，一，你带个头，快点！你在这唱，爸爸。3、2、1，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谢谢，看得出来了哈，这个唱的是一份浓浓的默契、爱意和对于拍摄时候的那种快乐的回味啊。那接下来我们南来北往的剧组派一位代表来发表一下我们的品质感悟好吗？大家好，我是爱奇艺王小燕。首先代表这部剧的出品方爱奇艺，感谢 SMG 东方卫视。品质盛典对南来北往这个项目的肯定，同时要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支持，感谢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对于这部剧在创作拍摄期间给予的支持和鼓励。说起南来北往，
其实这部剧在创作的后端的时候，实际上制作的时间很紧张，但是为了让这部剧播出一个最好的效果，让它来到龙年春节，我们的所有的主创们扛住了强压，然后全力以赴赶上了这个档期，所以也要感谢东方卫视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匀出了档期，说一定要让南来北往和大家见面。另外呢，就是要特别感谢这个我们的高满堂编剧李周编剧，然后包括郑晓龙导演、刘章牧导演，我们的出品方邹文邹总，然后要感谢我们的所有主创演员，包括白敬亭，然后丁永岱老师、金晨老师，然后妍妍，然后那个冠霖老师等等，对于这个项目的全力以赴的付出，才会让这样一个项目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当然爱奇艺未来也会带来更多的匠心作品，可以和大家见面，然后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可以和东方卫视继续保持合作，战略合作。谢谢谢谢谢谢。哎，刚才啊，我看咱们麦乐村在表演的时候啊，南来北往剧组的成员们就有点按捺不住了哈，江岩都恨不得上去拿着话筒唱了。那这样吧，我们请我们南来北往的大家庭也一起给我们来表演一个好不好？已经唱过了，来舞一个吧。你们不是在剧里也舞过吗？好啊，这个来，白敬亭，来，金晨，江岩，来，来来来，站到光区。我记得在剧里边有一段特别魔性的舞蹈，而且你看咱们还有专业的舞蹈演员出身的，是不是刘冠霖老师。来，我们现场的欢呼声再热烈一点啊，我们就来一段剧里的一个铁铁舞好不好？好的，再次恭喜，再次恭喜，谢谢。我们请两个剧组的主创入席，谢谢。